行动不便需要搀扶，他是前新北市议员李婉玉的爸爸林志郎。十一号遭到廉政署约谈，高龄八十多岁的他，这回遭到检联盯上，也被怀疑恐怕和检方急于厘清的政治现金脱不了关系。爸爸是他医学院，算是爸爸是大学长嘛，所以他们平常其实也蛮好的，患者也是对爸爸都很有礼貌。那选举的时候就会帮他一点点就是小额捐款，所以就是减掉现在就可能就是要查他金流。李婉玉证实，爸爸林志郎遭到约谈，就是要厘清选举时的小额捐款。尤其林志郎是云林望族，从副职辈开始就事业有成，北市信义区的废墟芝麻酒店、中山区的景星大楼都是他的投资标的，财力、政商关系都是一等一。你有帮忙转交300万给民众党吗？检联近期已经密集约谈15名政商大佬，从东森集团高层到中南部有利人士，身价累计破兆，遍布范围之广。检方不惜惊动各方，恐怕就是为了完整比对精华成收贿细节。例如说，利用人头来做捐款，或者是捐助的金额比较庞大的，究竟有没有一样涉及到收贿等等的问题，就是检方目前要厘清的重点。这些大咖捐款的方式有一定的人，假设这个套路能够被证明的话，就同时可以移转到精华城案相同的套路。柯文哲羁押倒数计时，最后一个月，检方快马加鞭大收网，要找出金流对价关系，力拼起诉关键证据。三线何孟哲有桃台报道。